做人处事，实心、实际、实在、实行，不要装疯卖傻，不要画蛇添足，不要无中生有，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加重难过，会让自己很累、很烦、很辛苦，不利寿命、健康、内涵与修身养性，会吃力不讨好，损人不利己，无法光明，不争、不抢、不夺、不贪嗔痴，光明正大，大爱同理，慈悲为怀，广结善缘，不强人所难，不落井下石，不把他人的财产占为己有，天下为公，天下无私，就是君子心得，厚德载物，名利双收，浪得虚名，虚空假象，梦幻泡影，又有何用？别过了河就拆桥，小心，时代变了，现在河多桥少，广结善缘，慈悲为怀，不是不到，时辰未到。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，拿督司李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